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。今天游戏上市了新的抽卡活动，就是晨曦花园的抽卡活动，有两张会动的 SP 卡片，还有两张 SR 卡片。它期间限定会增加抽到几率，虽然说感觉根本不准。好，不过我想说我们今天还是来抽一下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哦，这个许墨的万有引力，这个是会动的 SP 卡片对吧？然后还有张是周奇洛的，我们来看。对了，我们在看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喜悦国的进度。我目前已经破到了，就是我们集满1400可以抽一次卡嘛，这个愿之光。我目前集到了1100，所以我再集一个300，我就可以抽卡了。不知道抽到哪张哎，我想抽到许墨的，到时候我们再抽吧。那你们呢？你们这个喜悦国的进度玩到哪里了？你们有抽卡了吗？我目前我们的那个御影阶段，我在第三阶。御影明洞还在往下一阶努力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次的晨曦花园活动，它是9月30号到10月10号，这个期间限定会几率增加，然后有4张新卡片，对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哦。这个是周奇洛的会动的卡片，洛洛戴眼镜哎，而且它的镜框还在下面，还蛮可爱的。然后这个是哦李子妍的卡片，这是变装舞会吗？还戴面具。这张女主画的还蛮好看的，很难得。因为我觉得很多张卡片，如果女主的话，对，像这一张，这张跟白起一起的，白起画的很好看，可是女主看起来像9岁啊。我总觉得有的时候她把女主年龄画的太年轻了，有点不太对的感觉，有种爸爸带女儿的感觉。所以才每次开玩笑说李爸爸。好，这个是许墨的卡片，洛洛卡片。好，来咯，两张 SP 卡会动的。我的卡片不会动哎，是我没有更新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我等一下再更新。然后这个是李子妍的《月之乐章》，这个是进化后吗？进化前，这个也好好看哦。然后白起的，白起这张进化前好好看哦，超喜欢的。然后进化后，他们是在放那个纸灯吗？纸船对吧？放纸船，这个是水中倒影哎，还蛮有意境的。好，那我们来抽咯，我有30张许愿卷。我是非常的平常心，非常的平常心在抽啊。好，来吧，买一次。来了，我要吹这个吗？蒲公英，吹一下。来，大家帮我吹一下，帮我集气。我们先单抽好了，因为其实许愿卷的话，有没有单抽根本没差嘛。而且10连抽虽然是有保底那个卡片，可是它保底的是 SR 卡，那我也完全不需要 SR 卡了，所以有没有保底更没有影响了，所以就单抽。再来，怎么样？有了吗？还没有。好，我们再来抽。我觉得这背景颜色还蛮好看的。对啊，我现在真是超级平常心的，就是玩这个游戏玩久了，可以练出那种心如止水这种感觉，需要练习的。不像一开始想说要集这个集那个，现在想说算了，随缘了。可是其实我还蛮想要一张 SP 卡的，因为我一张 SP 卡都还没有，所以我希望能够拿到一张啊，不论谁的都好，给我一张吧，我也想要动动看啊。对啊，我一张会动的 SP 卡都没有啊。不过幸好就是这些卡片啊，什么什么花园的卡片，他们是活动过后卡片还会有的，只是这段期间内会几率增加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以后还是有几率抽到。虽然说几率非常低。好来，我们已经抽10次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要用钻石抽吗？要吗？我不确定啊。我们来一次10连抽好了，感受一下。好来啊，我们来一次10连抽。呜、哦，超多蒲公英，没有10朵啊，只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没有10朵啊，被 A 了2朵。尔卡。尔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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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！SR 卡，尔卡，尔卡，奇怪，怎么没有音效？我调一下哦。好，我们再来抽，我们单抽，来吧。抽什么东西？啊，尔卡。好，我们再来抽。来来来，给我一张 SP 卡吧。你们有抽吗？你们想要哪个卡片吗？其实老实说啊，这次卡片如果我们单就就是卡片的
样子来看的话，我觉得没有一张是特别吸引我的，可是我还想抽一下耶，因为期间限定几率增加嘛。虽然说很怀疑它几率到底提高多少，可至少应该是有增加的，对啊，所以还是抽一下好了。而且感觉抽到新卡片会心情好啊，所以希望能够抽到。好，我们单抽算了，没差。好来，我们等一下花钻石抽吗？要不然我们可以花钻哦，徐墨的，徐墨，徐墨，我白高兴一场了。我刚刚有抽到了 SP 卡，厉害，我有101张了吧？对啊，厉害，我有了吧？还是没有？对啊，我有了，我卡片都忘记我自己有没有。我的天啊！我还以为是 SP 卡了，还有开心了一下，想说徐墨不愧是我第一个喜欢的角色。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机会啊，不要气馁。就算没有的话，我们至少有 SSR 卡片嘛，也可以换那个红海胆，对吧？自己安慰自己，好，没关系了。好来，我们再来抽。我突然想要钻石抽一下了，有点想，而且感觉最近是不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啊，所以好像钻石用一下也没关系。那个吸血果的活动你们用钻石吗？我有稍微用一点，我有用钻石就是买一下那个就是速刷那个次数，又不想每次手动按啊。R 卡，我刚顿了一下，以为说该不会要出来我的卡片了吧 SP 卡，结果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怎么样 SR 卡，哼哼，好，我们剩三张券，怎么样？怎么样 ？R 卡，好，再来哦！吹一下，吹一下，大家帮我吹一下，帮我机器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许愿卷最后一张了，徐墨，我想给你看极光啊，因为那个 SP 卡好像是有极光的，对吧？好，这样子好了，我们用钻石抽一批怎么样？我们抽个十连抽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要会动的卡片啊，我这个要求会太高吗？不论什么都好，我想会动的卡片啊。对啊，好吧，来咯，我十连抽咯。哦，他都没有叫我确认的耶，按了就按下去了，我的天啊。好，来咯，紧张刺激，刺激紧张，究竟有没有呢？我预感要来了，吹一下吹一下，有没有？我的 SP 卡要来了，要蝴蝶了，蝴蝶要来了，蝴蝶要来了，蝴蝶，蝴蝶要来了。好吧，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我们在实抽吗？我有16000钻石，我们在实抽。突然想抽我想要许墨那张，对吗？好了，我们再抽十次好了，我们就52连抽，有就有，没有就算了，今天到此为止了。好来，我预感要飞蝴蝶了，蝴蝶来了，蝴蝶来了，蝴蝶来了。如果说旁边有人听到，我应该觉得是疯子吧？蝴蝶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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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来了，我预感蝴蝶要来了。没有，我心碎了，许墨。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游戏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我好歹也玩你玩这么久了，我这么有忠诚度，你不能给我点回馈吗？我心碎了啊！对啊，他要集满144抽才能换呢，而且还10天后就下架，所以10天后就不能换了。啊，我的天啊！啊，算了，我不抽了，可恶啊！好了，那虽然说我没有抽到，但祝福你们抽到你们想要的卡片。好吧，那下次活动什么活动啊？我也不是很确定说下个活动到底什么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哦，会给我很大的鼓励，非常的感谢你的支持。如果想看到更多相关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下订阅，开启铃铛，就可以收到通知。感谢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